让这个森林疗愈你吧。嗯，没味道。你好漂亮哦，花。这是一个山林溪的花桥。这是我素食专用。负离子起码40000多呢，超多余的，很多哎，很多彩虹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每个角度都是一个点。今天忘忧了吗？我们来吃豆干，喝豆浆。超好喝。嗯，这比较香。竹山就是要吃竹子。大家好。我是阿蛮，来到 Man Life。今天呢，带各位去山林溪看绣球花，以及爬山体验一日游。那现在时间早上7点，等一下我们就要花1个小时多的车程冲去山林溪。不要不啰嗦，出发 ，Go Go！各位，我们到山林溪了，刚停好车，旁边就是超多绣球花的，好美哦。花卉中心在中间，然后松茸岩就是在更上面。哦，我们的终点3公里，我们应该不会到田里了。哦，3600，挑战看看，神奇呀！车子哦，带我进来一点。如果想要挑战度高的话，走这一条。哎，如果想走老人路线，威扬，你要挑战吧？我们在山上巧遇，让这个森林疗愈你吧。疗愈你呀！干杯！横看成巅，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是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雨山中。这样子好像要练功的样子哦。山林溪诗词之美。哦，紫色尾哦。L O V 哦。你看这里有昆虫，看这边昆虫。有味道吗？素的有味道、哦。嗯，没味道。好、哦，猫咪五花粉。它这边就会像一个绣球花的墙。哦，在那边。它如果盛开的话，哦、它就像一个绣球花墙。哎呦！干嘛？躲啊！你好漂亮哦，花。嗯，这我觉得白是不错的。这个这颗比较漂亮，嗯，比较淡。这颗也很不一样哎、欸，渐层，它是渐层哎，这两颗，这两颗，这两颗很漂亮。天空蓝。对啊。高清啊。花卉中心 Flower Center。可以听那个潺潺的流水声，以及鸟儿的鸣叫声。走一圈出去还不走，闭上眼啦，喝力10秒。一二。这位施主，你平衡感不好哦。在这问呢，要闭眼哦、喔。哎、啊欸，要闭眼。喂，手啊，有吗？太小。我妈现在有点为难他呢。考验我，心有杂念。一。哦、oh, oh, ，有两秒，有两秒，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我跟你说，你闭上眼睛，你就会倒了。大家要赏你耶，赏风，赏风，赏风，这里啊。这里啊，赏风啊、哦！大家都要看你，赏风。
可以哦。这里来会被绣球花包围，包围就围住，因为它这边如果盛开的时候，整条道路都是那个绣球花，你的周遭都是绣球花，整个被绣球花包围住。绣球花自由，哎，对对对，绣球花自由。可惜我们来的时间点太早，比较早。但是早有早的好处，就是说它的绣球花是比较新鲜的。哦。那你如果等它盛开的时候，那个绣球花近看的时候，它会是会有超伟达，超伟达。哦，花卉中心展示馆，感觉有吃的哦。是吗？我们走的。啊，这里啊。哇，竹筒套餐，药膳汤，米粉。哎呦。还有银耳冬瓜甜汤，感觉不错。哦，那汤。然后这里有存钱筒，还有花卉。这有一个山林溪的花墙，然后这里有一个绣球花步道，还不错哎，开的还蛮旺的。看一下，哇！我们现在才在这里，我们的目的地是松龙岩。要多久？1.4公里。哇，这里面感觉很爽哦。变色的时候很好看。黄金水山林，我们要来野餐了。没有带你的地毯来。哇，系啊，忘记了。哦，有哦，搁凉起来啊。Sandwich， 我照是搁你做的哦。嗯嗯。哇，还有这种开箱装哎，这不是那种香烧腊会装的那种盒子吗？这样子也知道。这个是短，这个肉松。是自己出的吗？对啊。为什么这么厉害？这是我素食专用。还有素食的呢。素食专用。哎呦，连盒子都讲究。对啊，你看。他的石头旁边的。嗯。来，狮子剑可以用吗？好。哦，我要吃尾鱼。这是尾鱼吗？对。哎，做得很成功哎。嗯。来，完食，两分钟被他吃完了，但嘴巴还在嚼。吃饱，继续往上移动。峰哥，你的餐袋变轻了。举着给呢。瀑布才是我的最大关卡。我们现在到了松茸瀑布。今天温度32度，湿度47%，负离子有33443.6。
负离子的浓度大于5000的话，代表空气对人体有益，疾病在空气中传播也会减少。那大于10000的话，就是用力深呼吸，此时的空气具有显著的疗养保健功效，对人体可以发挥自然治愈力，来到人间仙境。对，叫松茸眼。有鱼耶，超多鱼的。你现在过来吗？还是你要回去？吃掉吗？哈哈。这个是一个人呢，他好像看这个风景看得很腻了。哇哦，快到瀑布了。对啊，你有看到那个风一直打过来吗？石头那里。对啊。哇，这里好凉哦！对，超凉的，天然冷气。哇，一直有冷风灌过来。对啊，下面有一个雪，你看到吗？你这边要掉？哎，这里有。有。哎呦，进了！哇，好烦！哎呦，进了！哪里？哦，有很多哎，很多彩虹。对啊，有啊。哇！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超壮观的了。下雨毛了，冰哦！哇，好冰哦！舒服嘞！突然发现每个角度
都是一个点。对啊，这里也有个瀑布。玩水啦！太放松了。哦，还在看日落。哎呀，我们结束瀑布的行程了。现在往回走。负离子今晚四万多呢。四万呢？刚才三万多而已。十万呢？哎呀，我比较去都正。很舒服的天气，舒服的温度啊！对啊，你看四万多了，不知道啊。对，输人越来越代表植物现在在发威，发威。嗯，然后现在27度是一个非常舒服的温度，不会流汗，而且这里不会很闷呢。那个空气很舒服，大口吸。山胜石，中流砥柱，土味山龙，如胜之名。四时之间，以远观，物近玩。就是这三粒啦，让上面来的水不要那么湍急，碰到它们可以减缓速度，然后可以让下游的流水可以稳定一点。三林溪永续经营的第一，我看到这个。全台唯一水杉森林，全台最盛大的绣球花季，全台瀑布负离子最多的一个地方，还有全台第一个推广赏萤活动的地方。去吃吃豆干，然后喝个免费豆浆。好，好，走，我们回来红楼了。走了快11000步，累累。我成功了。你要控制它，我把它让它往上爬。哦哦。哦。输了，勇者二号来了。这是什么？嫩，厉害吧？100分呢，录下来了。游览车也来了，我们要去下一站石马公园。我好想念刚刚山上的那个炒米粉，但是我没有吃到。我好想念刚才山上的气温。哇，这游览车有点夸张了。嗯。前面有烟。下一站我们来到了小半天豆干味儿，我们来吃豆干，喝豆浆。我要喝有糖的。我要，给你装无糖的。不要。给你装无糖的。不要，有糖的。有糖在哪里？这个。这些醒神豆浆哦，醒神了吗？喝下去都快没有了。是有糖的。葡萄好喝。好了。有糖怎样？微糖。
不会辣，很香，蒜味应该会辣，蒜味好吃。嗯，这比较香，味道比较多，好像比较薄。嗯。无糖应该更无糖。对，我觉得其实有糖不算很甜。对啊，它的有糖没有。就是所以它跟无糖也是差不多，无糖其实很顺口啊，就像水一样。一杯接着一杯。耶、yeah, ，吃下午茶啦。三五瓮钢鸡吃起来，赞！三就是要吃竹子，笋子啊，米，超好吃的。哇，这个，这个非常好，笋子有点那个焦香焦香的，姜香的，嗯，还有那个锅子，那个姜香的，梅子鱼。炒蛋，我觉得叫锅炖的好吃，这个好吃。我帮你试吃一颗凤梨虾球。你不喜欢吃的，很爽。菇老肉有加梅子，然后它的酱很稠啊。超嫩，而且酱汁很开胃。竹笋汤如何？它喜欢吗？很滋润哦。它里面那个汁是。真的暗。它这个慢接话，不一会不会吸收哎。峰哥，你好帅啊！没有不说话而已，他已经变这样了。来，用最自信的眼神比个赞。我最自信了。他们很嫩的，要不然。我看有那个鸡油，熏香味。吃完了。那个笋子好吃，那个笋，哦，甜的，甜的，全部都带回家，一杯不加，我喝再碗，完食，好吃，我喜欢那个笋汤，笋汤，那笋子好吃，要再加汤吗？哦，不要汤，我只要笋子，加笋子就好了。我加笋子。你们真的很厉害，那么一大锅的汤，你们可以喝到现在。
厉害。吃完瓮缸鸡，我们又来指南宫拜拜。因为近吧。对，很近。然后现在吃超饱的，看到什么都不想吃。来走一下就好了。酸梅汤。好吧。三杯，三杯。好喝咪？嗯，都不错。有消暑哦。好的，各位，那我们指南宫差不多到这里了，准备结束今天307日游的行程。上次今天分享，如果喜欢片朋友，记得把那个喜欢，还没订阅朋友记得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部旅程见，拜拜。以往卡雷耶，卡雷。